你好色哦，你要进去咯，进来呀、啊！我好大，我好大，等一下，我好大，慢哦，我好慢哦，你好色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自我介绍吧，来写名字哦。我叫，拿错笔了，大喽，齐尼。然后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哦哦，一个鹅，完蛋！我记得，我们再画一只企鹅，奇尼企鹅。我的自称都是鹅，打字的时候只要打鹅就好了。七二二要写七二二，麻烦。奇尼要打呢一米，麻烦，所以鹅。赞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绰号耶、722这个名字的由来啊，就是企鹅，简单方便。722要写722，麻烦。跟你说，鹅的身高啊，缩高超级高，156公分是不含帽子的、我是全台最高的企鹅，大家都是我的小宝贝。体重万少女体重太摇摆了，所以给大家自己去想吧。等一下，没有72公斤啊，没有72公斤，太重了啦！哎，我看到那个722公吨哦，722台已经是多啊？不是啊，这样也没有比较瘦啊，72台斤。然后这个不错 ，OK 好，43公斤 ，OK 碎啦。签名，我拿来签名，是这样拼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我的那个，然后加一个腮红。接下来是喜欢的东西跟不喜欢的东西。我喜欢什么？我喜欢你。我喜欢吃薯条，尤其是冷掉的薯条，它的那个口感不一样，它会有点暖暖的，很好吃。薯条等于蔬菜哦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，这很重要。薯条是马铃薯做的，马铃薯是植物，番茄酱是番茄做的，番茄是水果，所以薯条加上番茄酱，水果沙拉，健康。为什么会是瘦瘦鹅？因为鹅很健康，鹅都吃水果沙拉。我除了喜欢讲冷笑话，还喜欢讲冷知识。我现在就要讲一个，你看大家把右手伸出来，你知道右手的手掌心是没有办法碰到右边的肩膀的吗？有没有？现在我通灵，现在大家都在用大家的右手去摸自己的肩膀。这一页的重点，瘦瘦鹅，水果沙拉，扔掉的，还有手手碰不到肩膀。OK， 洋葱 bad， 很多种超可怕的，我每次都觉得它像是蟑螂一样附在我的汤里。芋头加入火锅，我喜欢，我可以我吃芋头啊，你们不吃我帮你吃。好，最后一个是蒜头，中文是精通，超棒，满分，这样写的，给我5颗星。中文是精通，好像不是。五颗星，那个企鹅都在南极。我不是企鹅啊，我是人类，所以